继续我们来同济咱感谢台，一个咱四军生的这个南宁宫吼，南宁宫，咱即款所有的其他好朋友吼，嘛是年年啊，拢有出镜头来给咱赞助吼，咱非常感谢咱南宁宫的主神，好，南宁宫南宁宫的主神，是咱功夫先生吼，南宁宫功夫先生，谢谢。南宁宫的村委员啊，起来也是有咱中国村哦啊所颁发的啊，这个奖牌吼，这奖牌，谢谢，感谢咱新店进居村南宁宫咱五虎青蛇串建吼，非常感谢，谢，多谢大家，多谢大家。继续要经过咱感谢台，也是非常辛苦。大家啊，接到电话都要出来车拼吼。咱新竹市消防局的这个车吼，咱看到车顶载一个消防宝宝，看起来感觉伊足可爱。但是咱咧出任务的时阵吼，伊是非常辛苦的一个团队吼。再一次用上大的这个掌声，感谢咱消防局这款消防兄弟哦，来照顾着咱市民老百姓安全。多谢，感谢科长，感谢科长。介绍啊，咱消防局啊，那接了咱感谢台，再来进行这咱感谢台，就是咱啊这个关帝庙吼，关圣帝君关帝庙，咱关圣帝君吼，这个神节吼，嘛是啊，咱这个佛教、道教吼，拢总有咱关圣帝君的这个啊这个比喻的这个故事啦吼，咱非常感谢的啊，咱的关圣帝君，咱的江云雪、江祖伟吼。代驾的伊个这个啊，火车团队哦，来给咱小龙站见哈，谢谢大哥，谢，有诶这个林安江哈，林安江，咱中华诶这个主席是千户、朱户，甲着五户诶王爷啦吼，啊，特别是林安江，啊，这个年年啊，咱是爱有这个办这个中原啊，红旗之作诶老店吼，拢会一定啊来咱站见吼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咱中华区，谢谢。Thank you.